孙佳君个米芝莲名厨够爱，最近同啱啱失婚嘅梁子珊密运，对于前度揾到幸福，孙佳君都有大方祝福噶。而有两个仔仔嘅孙佳君亦都不受寂寞，早排佢就同仔仔现身元芳 shopping， 阿仔唔止陪阿妈行街，仲会俾下意见添，好温馨噶。行完冇收获走人嗰阵，仔仔攰到唔愿行，向妈咪撒娇。孙佳君本身都扮晒酷咁叫仔仔行快啲，但好快就笑翻，伸手叫仔仔行快两步。阿仔人仔细细就孭住个 LV 包包，睇嚟系帮妈咪孭住啦。果然够乖仔，